国人生活压力大不同，泰国悠闲也会很苦恼。事业很稳定，所以生活也很平淡。压力是可能早上睡到中午没事做，啊，晚上的完全睡不着。真的，你要面对24小时的休闲时间。今天去沙滩 ，Oh my god， 就是一天的去沙滩，或是周末要喝什么酒啊？又是一个 party 的周末，这个压力。但你跟我过一个月，你就疯了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